他们的比赛的时候就有演过了。是的。那接下来我们来进行一下这第一场比赛的计时赛抽签图吧，来吧，抽签图来了，王老师直接抽，来看一下，许个小愿望，赤橙红叶你看过？大呀，这个，哎，好，愿望实现，这么准吗？确实是赤橙红叶，赤橙红叶，嗯。这个没有见过的一张地图，那就相当于我们在首周第三天的第一场比赛的情况下，就已经把所有的计时挑战赛图纸都抽遍了。不容易啊，三天比赛才把三张图全部给抽一个遍。这也好，因为相较于速度遗迹以及反亚来讲，反亚昨天我们看到两种可能性，一种就是哈雷特以及奥利娜。昨天我跟禅师也是在聊，就是哈雷特跟奥利娜到底哪辆车会更快呢？但其实极限成绩应该是差不太多的，对，但是因为他们发力的点不太一样，对，但是容错率方面的话，可能就是哈雷特容错率会比奥利娜更高一点。实战当中的话，肯定是哈雷特要更快一些，因为你定啊计时，那计时的话，我觉得也是容错率还是要更高一点，可能手感方面大家会更加适应吧。而赤橙红叶的话，如果说是刚出的情况下，当时选出来，其实选手们可能会赌你用不用哈雷特啊，对吧？王冰冰可能比你更稳。但是现在随着我们版本的变迁以及大家越来越熟悉这些赛车，梁老师你觉得用什么车呢？肯定用机甲呀，肯定用哈雷。对，因为大家现在对于机甲的一个熟练度还是非常高的，而且不仅仅是限于这些难图，包括一些六七星，我们在上赛季也看到了，美洲大峡谷这张地图可能是我们之前公认同车的一个赛道，但是在上赛季也是出现了一些变动的。反正有一句话就是怎么说呢，有哈用哈，对，没哈其他随便。而且就是在于可能之前新车刚上的时候，大家确实对于练度来说没有那么熟悉，所以打到后面就是慢慢的把这个提升度给提上来了。是，而且其实一观人啊，我还算是比较了解他，因为就是他在决定回归我们赛场之前，他有一张地图非常非常长，实战零四。零四。对，就是。就是这个，对，因为我想实战零四，那除了这张地图，好像只有没什么其他的了。西部有点困难。西部也可以了。对，有点困难。来看一下吧，两名选手都是开到了哈雷特。是的。但其实刚刚抽这张地图的时候，我脑海当中想的是这张地图是萧瑟的王图，但确实他今天也没有出战了。看一下他们全部都是带到帝皇魂师，没错，是一个比较稳的带法。阿毛多点飘了一下，基本上在前期的话，帝皇魂师搭配哈雷特，你在前面完全不用担忧。对，前面就是少卡一下气嘛。对，目前来看的话，两个人都挺稳，还没有到最难的路段。阿毛给小裴，是这边要先控一下车，先来看一下第一个难点。关人，哎呦，磕了一下墙。对，他出弯太极限了，而且这个进道没进去。好，那这第一局应该就已经结束了。虽然阿毛这边也有失误，但是这一场计时挑战赛还没有结束，因为按照这种成绩跑下去的话，阿毛这第一把的成绩是不够的。对，两个人其实在第一局的成绩都不够，零七了呀，这样。阿毛其实在那个脱节完之后连续的蹭墙，对于他整体的节奏也是比较乱的。是，而且你看到后续的一些调整，一直在调整他自己的节奏。是，那看一下最终冲线的成绩是一个1分07秒，不太够。不够。相当于这第一张图，第一次机会给到他们去适应一下这个比赛现场，就特别是我们今天还有观众。对，就是一个热手的过程。对，给到他们适应一下这个现场的氛围这种感觉。那第二次机会，我觉得最起码得再往前快个一两秒，至少一秒，至少一秒。对，因为这个成绩的话确实是不太够的。但官人的那一个点确实会比较可惜，因为前半段跑得会比较顺利一些，但从脱节完的前一个弯道，由于自己出弯太贴墙了，所以出现了一个小幅度的磕碰。他那一个没有进到近道的失误啊，其实还跟他自己看路线没有太大关系，就是他上一个弯的那一个操作导致他下一个弯来不及衔接。对，就还是操作的问题，就是你在一个难点之前出现了一个失误之后，你在那个难点其实心态上面就会出现一些波动。对，因为你所有的实战都是
失误完之后，你可能接下来的调整是会充满比较多的随机性的。嗯，第一反应如果说能调整过来的话，那就行。那很多时候都调整不过来。很多时候就是你在失误完，然后再调整过来的时候，你心里都会松一口气，因为自己心里也不太明确下一关到底能不能调回来。来吧，第二次的机会。前30秒大家的节奏都还是比较好的，还得看后半段的控车。节奏好，但是稳的那种好，对，不是快的，不是那种非常极限的那种好。对，大家都比较求稳，因为比赛看多了嘛，现在选手们的一些操作微操方面，其实大家可以慢慢去对比一下，哪些操作你看起来感觉哦很流畅很快，对吧？那这一些就是微操的体现。是，来了，看一下第二次挑战。拐过来，阿毛也还是会多点一下啊。对，他在路线当中的调整会更多一些。哎，这个拖接阿毛拖了。但一关人其实也有一点小幅度的拖。大家可以看一下关人这个键位啊，这还是比较罕见的键位。他其实一年之前就已经进行了一个键位的改变。就目前为止，我知道用这种键位的只有两名选手。一个是他。另外一个是已经退役的，对，大家也都是为了寻求突破才会在不断的调整。阿毛又拖了，那这一把关人可能要赢了。对，因为已经是度过那个脱节的路段，后半段只要把赛车控住，这个点度过没问题了。以这个时间点来看的话，怎么样都有零七。后半段跑得比较稳，很稳，真的很稳。哎，但是这一个入弯有点早啊，7.42，比阿毛刚刚那个快了0.16。那我们得恭喜一关人，有一点吓人啊！最后这个弯道，可能他自己都觉得要无了，但是没有想到阿毛这边也是出现了失误。只能说还是稳，稳还是稳，主要是今天这第一场比赛。对于两名选手来说，都还是需要再适应。对，状态还没有完全的进入，没打开。而现在其实对于关人还好，他状态打没打开，接下来不关他的事儿了。接下来就是交给自己的兄弟们了。而阿毛的话，经过这两局的热手，需要再调整一下。正好这两局可以给他找到一些问题。然后待会儿如果说跑2B的时候，就能。心里有数了。是的，那这样一来的话，一关人是为接下来再一次迎来了首图的选择权。昨天选了什么？角色江西。这几天这张图好热门啊。很热门。无论是在单挑赛上，还是说在各队的王图选择上面，那前两天的话，像 WADGM 也选择过这张赛道，一发也选过。对，而且很明显的感觉到就是大家就想过渡。